我们来看一个这个超漂亮的户型，3300尺。右手边呢是一个小餐厅，左手边呢是一个卧室，挺大挺明亮的一个卧室，走入式的衣橱。这个户型所有的衣橱都是走入式的，然后就是卫生间，小心不要迷路。这边呢是客厅，院子，这边的占地也非常大，10000多尺的占地才60多万，是不是很棒？那边还有一个篮球场，建一个。这里有一个小的书房，然后那边呢，应该是一个走路式的衣橱了。再往这边走。车库到车库的位置，然后这是一个升级，其实是3车位的车库。这是厨房的储物间，这个是那个升级，就一个卧室和卫生间，加15000呢就可以把这个第三个车位做成这样了。可以从这个窗户看一下，它的侧院也很大。我们去2楼看一看。好了，上2楼，二楼这边是有一个卫生间，然后呢，这边呢是有一个卧室，明亮的卧室。这个阁楼 ，loft， 然后。看一下主卧吧，先左手边是主卧，大一个字。卫生间是走入式的衣橱，我们就不去进去看了，还是挺大的。这是个什么房间？这是个储藏间吧？对，这里边有个储物间。Closet's amazing. Yeah， 这有一个卫生间。光线也不错，好，不要迷路，你去看一下，这里有个洗衣房，还有，这是一个卧室，卧室这边呢有一个储物间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卫生间。是一个 Jack and Jill 的，就是两个卧室共享的一个卫生间，有两个洗手台，那中间都有门隔开，所以相当于呢就是有4个卧室吧，都是带有自己的卫生间的。另外还剩下的那个呢，它也有一个卫生间，只是在它隔壁。很漂亮的户型，是不是？